请起立。曾经的主，跟他的
耶稣基督的名祝福祷告。阿门。让我们为查道来读神的话。
关系拉近啊，使你们也彼此建立了一个美好的关系啊，双方互相照顾，双方互相鼓励啊，那么彼此可以一起来祝福他们。我在此请问双方的家长，你们有没有这个心意来祝福这对新人，来把你们的爱来给他们啊，关心他们啊，并且支持他们的婚姻？请问，如果你们愿意，请回答。啊，听见了啊，好了，听见了，听落。好，请坐，请坐。好，我们已经得到这对新人的家长支持啊，得到他们的鼓励，也得到他们的祝福。那这对新人，他们站在这里，有家长支持，所以我们就正式来进入啊这个婚姻的这个仪式啊，我们继续来。在此，我要请问新郎跟管弟兄，你愿意娶罗母亲姐妹作为你的妻子，与她在神圣的婚姻中共同生活，无论是疾病，无论是健康，无论是拥有富裕或是贫穷。不是贫穷，无论是美貌或是出身，顺利或是实力，你都会爱着他们。我愿意。好，谢谢。我们听到新郎的回答是如此的坚持，如此的诚恳。那现在请问新娘罗母亲姐妹，你愿意嫁给传广弟兄作为你的丈夫啊？在广阔的日子当中，不论生活遇到富裕和贫穷疾病和健康这个美貌和出色顺利和实力，你都会爱着他，关心他，支持他们。我愿意。感谢你的恩典。既然这样，双方如此的诚恳，双方如此的愿意，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施药，施药就神父是站起来，就让我们不需要会进步，我跟你们再聊一下，神父。他们交换这个婚姻誓约，婚姻誓约，婚姻誓约，要婚姻誓约。好，在此请问，请新郎先向新娘誓约。今天在上帝和众亲友见证的面前，我宣誓，我肯传广愿意娶你罗母亲为我的妻子。从今往后，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，或是健康或者是疾病，或者是喜怒哀乐，我将永远的爱着你，照顾你，陪伴你，跟你一起来共度我这一生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好，谢谢。一下掌声。下面我们请新娘。在上帝以及来到我这里的众位朋友，
是我龙阳青愿意嫁给耿传广为妻，并会一生一世好好爱你。无论是贫穷或是富裕，健康或是疾病，我都会好好的爱你，尊重你，包容你，陪伴你，支持你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好，非常感谢主。好，下面就是交换信物，交换阿斯贝加。我不用拿戒指，这样子可以吗？好，这两个戒指我们都看到。戒指是允的，允的就是有了开始，但是没有结束的有。希望这对新人他们的婚姻在这里有了好的开始，在他们未来的生活当中，他们的婚姻永远蒙上帝赐福，蒙上帝管教，使他们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。我们前进吧。大家慢慢的给他照相。愿信人祷告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的恩典，你创造了大地宇宙万物，你又创造了人类。你不但创造人类，你也为人类设立了婚姻。今天跪在你面前的这对新人，他们欢喜快乐地在这边举行了结婚盛宴，求你的恩典在他们的身上赐福他们，使他们往后的日子在你照顾赐福之下过着永生一人的生活。主啊，你与他们同在，使他们成为蒙福蒙恩的人，不但他们的生活来荣耀你，他们还要为你做美好的见证，带领更多人成为你的儿女。愿你赐福他们往后的日子，也赐福他们双方的家人，在你面前彼此同行，一起在你的恩典里头享受你的同在。感谢天父的恩典，这样向你交托祷告，奉耶稣基督那圣的名祈求。阿门。接下来是请结婚证书。我们没有把这个纱布带过去，对不对？请结婚证书哈，结婚证书。我们请见证人，你跟不过
父母。好，我们请读一下证书。正式成为夫妇愿上帝祝福他们愿上帝祝福大家。